会素描就会画彩铅，那可就误会大了。彩铅互补色叠色，了解一下。示范一个茄子，首先拿几根线条画出茄子圆圆的身体，然后加上梗和茄子瓣，接着就开始上色吧。先画紫色的互补色黄色，纵观我的彩铅笔，黄棕是最深的，那就用黄棕色画在茄子暗面，各个部位都渐变出去，然后就会发现这是什么？这是土豆还是山竹？大型茄子出轨现场，不要慌，还没完呢。下一步开始，月能镜威力变身，加上茄子固有色。各种深紫色、深蓝色覆盖棕色，浅一点的紫色画在亮面和反光，加上点玫红，让颜色更丰富。同样通过力度的轻重画出渐变，成功变身为茄子。继续塑造，先用压线笔点出叶子的白色纹理，再用棕色画出叶子暗面，加上固有色覆盖，叶子表面凹凸不平，上色的时候直接轻一块重一块涂过去就可以了，质感吧唧一下就出来了。最后画一个细腻的投影，然后调一下茄子表面光滑的质感，加点黑色在最深的暗面，红色过渡反光提亮，这光滑质感不要不要的。好了，茄子变身完成，你学会了吗？